经过亚奥理事会、体育委员会确认之后，杭州亚运已经公布最终赛程，咁当中会产生481面金牌。大家对今届嘅奖牌有几深认识呢？杭州亚运嘅奖牌取名为湖山，设计灵感源自5000年梁主文明，而奖牌设计意念就汇聚杭州三大世界文化遗产西湖、大运河、梁主古城为止，同时打破以往亚运会标志放喺奖牌中心嘅常规。奖牌背面就好似方形印章，寓意运动员喺杭州亚运留低美好印记。大家嚟紧睇亚运直播嘅时候，不妨多啲留意呢面奖牌啦。